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呐！这一换衣服，萌叔吴秀波立马就变样了呀！笔挺的西装，再加上油光发亮的大背头，帅气的可不是一点点儿啊！难怪连旁边的女艺人也是看得两眼发直，开始犯花痴了呀！只是有句话，小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！这火红的背景板，再加上萌叔你这好引劲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办结婚典礼嘞！萌叔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想必这次的代言费拿得不少吧？但是小姑不得不问一个尴尬的问题啊！姚晨出轨风波如今正闹腾，你作为他最亲密的合作对象，你对这事儿怎么看？反正就本分的演好戏吧，那个能把戏演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有个悬疑乐，答非所问，差评，上海报道。